主，不要来这么粗心啊！来来来，不要害羞，不要害羞啊！这个时候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光荣的一刻啊！有没有看到穿上这个薯条装之后，整个人都有自信的起来啊？看得出来你们自信的表情啊？看一下，看一下你自己什么样子？薯条人很棒啊，很棒！来自于我们卡通大创意组的，来，谁发想的？谁想的？谁想的？你他为什么？我们卡迪娜那么多的产品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可乐果，是不是？你也可以用一个螺丝状的东西在这里套上去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你选择的是我们薯条这个部分呢？因为，我想要自己跟卡迪娜合而为一这样。哦，这样子哦，哦，好好，所以你们也是要来争取明年度的代言人，就对了。好啊，你要是不是？你要是不是？也可以啦，你看起来也蛮像吉祥物的啊，好好好。感觉把你们相片放在我们的卡琳娜上面啊，会卖会卖啊，可爱啊，跟你的名字一样，苏醒爱啊。好的，热情的掌声请给我们这一组，来请我们苏醒爱的这个主题，谢谢啊。啊，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啊。原本才想呛你们说哇没有拿道具也敢上来，结果啊套上去可以，你自己就是道具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